我送你花，你不表示点什么？我一直以来都不太会说话，你总是给我惊喜，惊喜多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那你拿什么回报我？回报？你想我怎么回报？让我睡着。你平时怎么样比较容易睡着啊？听歌，或者听诗词，慢慢听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小时候，我妈为了让我背诗词，每天睡前都给我念，习惯了。那就诗词吧。那我能点吗？不用念全，随便一两句。可以啊。白居易。昨晚饮太多，巍峨连宵醉。今朝餐又饱，烂漫一时睡。去等我笑困呢。我在应你的要求，好好的背诗。你故意的，专门挑这句。昨晚喝多了，今天又吃饱了，故意逗我。好，那我好好背。白瓷欧胜洁，红炉探芳翅。墨下驱沉香，花浮于眼肺。胜来有佳色，宴罢余芳气。不点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相遇。